每年春天都有来蹦爆米花的，今天正好我休息，然后被我赶上了。这些是我姥爷拿来的苞米，然后正好可以蹦一锅。一锅多少钱？五块啊。哦。看那花全在那里边，这里边也有，还有那么多人在那排队呢。我的这个出锅了，一共就这些，这是装那个面的袋子，一袋子底儿，然后被我大舅倒去了三分之一，他拿回家给孩子吃了。这些明天上班给单位同事带点吃，吃不吃都不重要，就是一种情怀。